上面是国服首款可升级 M24 皮肤，下面是国际服首款还带有淘汰盒子的 M24。 基础外观、击杀特效，还有终极外观以及战利品箱。哇哦！哎，你们觉得谁更胜一筹啊？嗯，先来看看这次的 CG 动画。哇哦，感觉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帅。抽15次奖励金币，120次奖励狼头，200次、300次。我在想啥呢？怎么可能300次都不出？呸呸呸！20000点券必须出，抓个币。嗯，不错不错，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。前面这些呢，都是垫底的。这他喵的，连送两口大锅，嘿，咋的？做饭给我吃啊？好了好了，不墨迹，接下来正片开始。啊，都133次了呀，这也太费钱了吧。不会真弄到300次吧？好东西肯定都是留在最后的。我信你个鬼，这把枪我势在必得。200次，200次机会要再不出，今儿不七夕吗？我就挑战跟人表白去，男主角你们来定。哦，最后7次希望。少子，痛みを感じろ。神羅転生。平复一下，平复一下。这花和巧克力都准备好了，哎，可惜了。这后面的升级也需要大家给个建议，你们觉得是升还是不升呢？